圆哈，先搓圆，然后再一点点长长的，好，然后把它推开来。哇，推所以这个你们一定要看，不看不会。然后这边要其实要沾浆哈，然后这样把它卷起来。这个就是玫瑰花的花心，看到没？这真的是技术，如果你们没有看，真的不会。对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再来，等一下，我先试试看。再来一次，我再一次，转，再来，等一下，先你们先看，纪凌你先来看，不然你不会哦。怎么顺手？先搓圆，然后再一点点长长的，然后这样把它打开了。先搓圆，然后再一点点长长的，再打开，然后三片的大小要差不多哦。这样把它推开了，然后拿胶，胶在这里，就快干掉了。我那里有片白胶。我能管弄快干掉了。好，那我们在推的时候，你看这边有我们手的指纹在外面哦，好，这样第一个的一半对着这个心，对着这个刚刚卷过来的，对着它压过去，好，有纹路的在外面哦，然后再一半接一半，然后要跟这个花心要一样高，哦，贴错了。这边，然后，啊对，这边，好，这边再过来，那最后一片是在这里，把它藏进去，脚，啊这边把它藏进来，就像一个那个电风扇的那个螺旋状一样，然后这样把它收起来之后，往外面翻，冰起，这块冰起，你来看啦，你莫先讲别位，无恁等下真正就袂晓做，好，拜托了。我在示范的时候，先眼睛看。好，你们要先做好，这样给它干。看到没？